林峰女友吴千语穿上婚纱走秀，被问到可有结婚的冲动，她表示今年已经走了5-6次婚纱秀，感觉就像穿礼服。反而她的经理人近期忙于筹备婚礼，她才发现原来结婚如此繁复，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现实没有这个计划。虽然结婚只需一天，她认为都要有时间安排。她没有想过将来结婚会一切从简或者是大牌筵席，但自己喜欢简单些。问到林峰可有说过什么时候娶她，她表示完全没有说过这个话题。她又坦言视林峰为结婚对象，自己每次拍拖都很认真，以结婚为目标。那我觉得婚纱只是一个服装吧，我觉得整个过程吧。但是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大一段距离，所以我没有想过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极品女莎莎鱼。